红烧带鱼。红烧带鱼。是米饭。这面是红烧带鱼，那面是把鱼块煎好了，然后下次，吃的时候就可以一烹就好了，拿葱姜、蒜、料酒、生抽、糖、醋，好了，吃米饭。都是气儿照不着。太热，又炖了点猪蹄儿跟那个口条，明天熏。过年了吗？米饭山芋，葱姜料酒。生抽、白胡椒，然后放啤酒，放一瓶啤酒，放啤酒，红烧大排，红烧猪排，然后是芹菜，芹菜炒香干，里面放一点榨菜丝，这就是晚饭，挺好的。放火，好了，可以吃饭了。